的迈阿密让我的又一场输球之旅。哪人？哪人？你在传你妈臭球！滚！第三就上，你在干嘛？被乱菜，你懂吗？乱菜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他妈，哎呦喂！哎，老子服球了，自己人抢自己人，好断啊！这马宇，传呐、啊！我，你是瞎子吧？哎呦，我的个妈！好球，这个西罗阿德巴约出球是真的垃圾，不是一般垃圾，你懂吗？是真的垃圾，真的垃圾 ，real shit。我的西罗，哎呀，这个运球啊，卡罗尼他是运球，没有能够打进，打板球，格拉奇奇，哎，那里他是传的什么球？啊啊！真的不想打，别打了。我被气得胃疼，你知道吗？真被气得胃疼。面对比林强的防守，回收可能完了。先试一试。哦呦，天，这球要自己打了。好球。任何能追平比分的希望。这一次，别伤，别伤。哇，把这个伤了，完了。要暂停，快点叫暂停！我操。哇，憋啊！巴特勒，别伤啊！我的天，憋啊！别出事，别出事，我求你了，别出事。输了无所谓，客场之旅全输无所谓。哇，巴特勒别出事啊！这比赛我已经不想赢了，这比赛我觉得已经赢不了了。没巴特勒，我真的就已经觉得没意义了，这个赛季就没了。该不会给我个两罚不中吧？这什么情况？牛逼！西罗没有找到机会，随后的这个球。这个泰勒西罗，泰勒西罗，邓肯罗宾逊。阿德巴约三个人的传球技术可以说是屎一样臭。巴特勒没事儿，感谢苍天，哇，感谢佛祖。上里奇这儿接球被限制了，面对对方的连环。你觉得阿德巴约想赢球吗？你觉得泰勒西罗想赢球吗？肢体动作和失误这些东西，看起来真的是想去赢球的吗？不是。如果能把德拉季奇的时间全部拿给纳恩，热火绝对会变得更好。阿德巴约就失误呗，他只会发牌。他只会在那里拿着发牌，毫无进攻压力，毫无进攻威胁。几粒球连进去，看在这边，可能德拉季奇九分了。比赛的时间也只剩泰勒·西罗、邓肯·罗宾逊这三个人，传球随意，防守白给，就是那种，哎，我防你一下，你进来就进了，无所谓。这东西给热火，结束，不想看了，再见。